哎，怎么着？这个报防部拿着身份证到楼底下做核酸。做什么核酸啊？做核酸在楼底下。哪天不都做吗？今天是必须做，咱在楼底下做。为什么呀？咱这楼不是封控了吗？咱楼封控，为什么封控我们呀？啊？我们孩子现在上课呢。上课呢？孩子有几个孩子？两个孩子。上课才多长时间？上课可以去接受。不是，正好您下来，我问您，我们这楼怎么了？给封控了？哎，您好，那个带好身份证，做好防护，带好核酸啊。垃圾不能带是吧？垃圾不能带。我问您什么情况？给楼封了？咱们11个单元，旁边那单元一阳性。11单元有阳性。对，我们几单元啊？您这块儿和这不，您回答我问题，我们几单元？咱们俩是这样。您听我说完，11单元阳性跟10单元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按照这个，他这个扩散的这个，明白？他就传9单元跟11单元，8单元、6单元没关系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您明确的跟我说是这意思吗？现在我们也是按照上级要求。你不要老跟我提上级谁的要求，你把东西给我看一眼，我要看一眼你们的通知。而且我想问您，我现在下去测核酸，做完了如果是阴性，解封吗？3天以后解封。那你这那你这没道理啊。这现在按照这管控要求，它只能这么来，对吗？因为为什么？你听我说完。嗯，我现在今天下去做了吧，是阴性。嗯，我是这2天我出不了门，我也到不了11单元吧。您现在哪？对吧？你听我说，对，我做完了以后，我到这11单元，那我明天后天做什么必要？你告诉我。现在按照要求就谁的要求？按照咱们北京疾控。我看一下，您给我出示一下，行吗？那我等您，您去吧。再然后你再找我来，行吗？您现在在咱们那个微信群里吗？我不在您微信群里。您是不是加过将军的微信？我没有加过任何人微信。没有将军的微信。谁是将军啊？我是他妈统帅。是咱们社工。是不认识，姓江的，小江您不认识啊？小江我知道啊，他叫将军。对，但是他没有加过我微信群，没有加您的有电话，对，是吧？有电话，他可以给我打电话，让他给您打一个电话，啊、可以。对，我们会把通知发到您的手机上，您看一下行吗？是您是说就是领导盖着戳的那种文件的？对，行，给我看一眼，行，我看再说好吗？因为咱们从昨天开始啊，已经把这个相关文件已经全都是做成这种图片，然后发到咱们的那个。所有的居民群了。行行行，这有人负责就行。我要看看谁负责。在家呢，在家。您让他甲一到时候也做好防护，等乙下来做核酸啊。您到时候再说吧。嗯，我先看完这东西吧。好吧，我到时候让那小江给我打电话，打完让他给我发啊。那您先关上门。得嘞，谢谢啊。嗯。